也整不了，咱的环节都是怎么整的，他们得听我指挥。你是心疼你家主播了吗？你搁这特别喜欢古大美，就这身打扮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昨晚都交给你办了，别闹，好好的。导演你真的强推我了呀，又发我弹窗了，这一天我组织个活动你发我十来遍弹窗了。好的，来管理放上我的麦序好吧，两位主播听我的曲子跳舞啊，来，我会不定时的给你们出题好吧。都快进一下，是什么歌啊？好的，我们的主播呢迎面遇上了我们帅气霸道的总裁，第一次遇见这么帅的男主持。上面是男英雄，我给改成了男主持。月花好云出风飘，我自己给改的。爱情的感觉就像一股暖流突如其来，拿起扇子跳起来，扇子舞来卖萌撩汉 PK。 暗夜不出竹林桥，自忙金线轻不要锦绣之道。导演我不喜欢萌的，我喜欢性感的，能不能再性感点儿？夫妻从容不一足三天是自家。主人真脸皮真厚，我脸皮不厚怎么带十二个美女给你们主持？这歌他妈的会不会违规呀、啊、我春长夏虫一样迎发芽，迎声折腰一人墙，月花好云珠茫，风飘渺紫木林墙。这时间呢，这个帅哥想看看你俩性感的身材，你俩得扭过来让我们转一圈看看。这个帅哥特别喜欢看美女的屁股。卷睫长眼玲珑眼，不及临床的治疗，三张染红春江笑脸如丝成一样。我的天，一身折腰一人强。兄弟们，喜欢的你喜欢哪位主播呢？记得把你的票投给我们的主播，好吧？谢谢。这个可以有吧？你俩一人表演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，比如说高抬腿了、大劈叉了什么的，你会吗？我跟你说，谁抬腿抬得高，谁的分就高，真的。你不要我、哎、你那个手好邪恶呀，放开那个手让我来。我的天，兄弟们谁高？两个都喜欢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贪？我也两个都喜欢呢。哎，他俩笑的时候特别美是吧，你发现没有？好的，感谢我们的两位主播辛苦的表演。哎，这小眼睛。